倾听故事，感悟成语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遇见汉语之遇见成语。今天我们将要遇见的成语是天罗地网。分开来慢慢朗读。天罗地网，天罗地网，天罗地网。罗，指捕鸟的网。天罗地网，字面的意思是说，天上、地下，到处是罗网。现在比喻严密的包围圈，也多指对敌人、逃犯严密的防范。天罗地网，这句成语最早出自于元代李寿卿的《五元吹箫》。原文说，若不是华健来说旧理，道破了这丝谎，险些儿被转入天罗地网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要不是华健及时揭穿了这个人的谎言，我们差点就被他骗进了陷阱。这句话背后的历史典故是这样的，在春秋时期，楚国的国王楚平王身边有一位擅长阿谀奉承的人，名叫费无极。有一次，费无极被楚平王派遣到秦国迎接太子华健的新娘。费无极一看到新娘，发现她非常美丽，便想利用她讨好楚平王。于是费无极便劝楚平王说，大王，我知道太子华健的新娘非常美丽，与其将这么美丽的女子嫁给太子华健，还不如让她嫁给您，做您的妃子不是更好吗？昏庸的楚平王竟然觉得费无极说得很有道理，便将那位美丽的新娘留下做了自己的妃子。朝中的大臣们知道了这件事，议论纷纷，一时间成了轰动朝堂的丑闻。费无极知道太子华健的老师伍奢是一位非常正直的大臣，如果伍奢知道这件事，一定会责罚他。于是费无极便计划着寻找机会陷害伍奢。费无极跑到楚平王那里，说了很多伍奢的坏话。昏庸的楚平王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就治了伍奢的罪。这位可怜的老忠臣在没有任何辩白的机会下，就这样被费无极陷害，最终含冤死掉了。伍奢去世后，费无极依然不放心，他担心太子华健会找机会杀掉他，为伍奢报仇。于是他又劝说楚平王，让太子华健到城外去驻守边疆，然后他又暗地里找来杀手去边疆刺杀华健。幸运的是，华健提前得到了消息，于是他便连夜逃离了自己驻守的地方。华健知道老师伍奢有个小儿子名叫伍元，就驻守在边疆地区的樊城，于是他便赶往那里告诉伍元他的父亲和家人被杀的事实，并警告伍元说，我听说费无极已经派他的儿子费德雄来樊城，想要骗你回都城再将你杀掉，这太危险了，你一定不要跟他回去。伍元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生气，他愤愤地说，费无极实在太残忍了，楚平王竟然会听从这种奸臣的话。我们现在应该先想一个计策对付费德雄，随后再找机会杀掉费无极。又过了几天，费德雄果然来到樊城，他见到伍元后便装模作样地说，楚平王知道伍元你多次在樊城立下战功，想要重重地赏赐你，你现在立刻启程和我一起回都城接受赏赐。伍元故意问费德雄说，我已经有半年没有回到都城了，不知我的父亲和家人现在是否平安。费德雄一听摆出一副虚伪的笑容说，
你们五家可以说是都城里最兴旺的家庭。你的家人们都过得很开心，身体也都很健康。现在没有哪个家庭能和你们五家相比较了。五元听后非常生气，他实在无法压制住自己的怒火，便一把抓住费德熊的衣襟，狠狠地斥责费德熊，说：你们这群坏蛋，竟敢将我全家杀害，现在还在这里无耻地说我五家兴旺。费德熊认为五元不可能知道事件的真相，于是要求他找出证人来证明。五元愤怒地回答：如果不是太子华健亲自来到这里告诉我实情，揭穿了你这个坏蛋的谎言，我险些就被你骗进了天罗地网。费德熊知道自己的阴谋被揭穿了，顿时无言以对。愤怒的五元再也无法压制自己，狠狠地打了费德熊一顿。也正因为此，他再也无法留在楚国了。五元离开楚国，来到了吴国。起初，他担心吴国百姓会认出他，便打扮成了一个要饭的，在街头卖艺。但他的技艺精湛，很快就引起了吴国国王的注意。没想到，吴国的国王并没有因为他是楚国的将领而为难他。不仅如此，吴王爱惜人才，还邀请他在吴国做了大官。最终，五元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，帮助吴国战胜了楚国，也为自己的家人报了仇。在这个故事里，五元用天罗地网来形容都城已经被费无极精心安排好陷阱来抓捕他。还有这样一个故事，在明朝时期，明朝的皇帝朱棣为了避免因叛乱演变成的战争，决定实施肃清内外的政策，严厉打击政治敌对势力。朱棣的手下有一位聪明机智的将军，名叫李守信。李守信不仅有着高强的武艺，还有着过人的智谋，因此深得朱棣的信任。有一次，朝廷传来消息，称有一批叛逆势力想要颠覆朝廷，图谋造反。于是朱棣便指派李守信去镇压叛乱。李守信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立即开始调查，以便尽快将叛逆势力一网打尽。他亲自深入民间，收集情报，还发动地方官员和百姓参与对反叛势力的清剿。李守信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策略，与叛逆势力斗智斗勇。在搜集情报的过程中，他发现叛逆势力隐藏在百姓之中。这些人打扮成普通的百姓模样，暗中传递情报。为了侦破他们的阴谋，李守信利用线人、逆探等手段，织起了一张遍布京城的天罗地网。他设下诱敌深入的陷阱，引诱叛逆势力暴露自己。同时，他还利用间谍搜集来的情报，快速锁定了叛逆的人员和据点。他在城市的重要地点设置伏兵，将叛逆团伙团团围住，然后发动突然袭击。最终，李守信成功地捕获了叛逆首领，让他得到了应有的处罚。而其他的叛逆分子因为没有了首领，也无处可逃，一个个也最终被擒拿归案。这些叛逆分子原本设想的大规模起义也彻底失败了。这次的围剿行动取得了成功，朝廷也因此得以稳定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李守信设下天罗地网来抓捕反叛分子，使得朝堂得以安宁，百姓免于战争。两个故事讲完了，接下来再来回顾一下今天遇见的成语吧。天罗地网，天罗地网。最后再来用天罗地网
造一个句子吧。警察布下了天罗地网，终于捕获了凶犯。警察布下了天罗地网，终于捕获了凶犯。好，今天的遇见成语就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，就请点赞和订阅吧。我们下回见。